学术论文分类索引。儒家哲学，中庸哲学体系探究，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周濂溪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衡渠思想中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朱熹、李益分书说之讨论，陆象山的教育思想，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陈来有无之境书评，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道家哲学，儒道互补价值观念的方法论探究，儒道两家伦理议题的知识定位，律则中心的老子诠释进入，庄子的修养境界，从人生哲学的进入是论庄子哲学中的道论、气论与功夫理论，庄子齐物论的命题解析理论体系，庄子外篇中的儒道义理辩证，和尚公助老的哲学体系之方法论问题探究，严君平老子指归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检讨，列子的功夫哲学，王弼哲学的方法论探究，魏晋玄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大乘佛学，大乘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起信论令版，楞伽经的知识意义探究，天台宗学派纲要，华严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大乘大义章探究，金刚经的无相境界，摩诃止观的实践方法探究，赵论中的般若思维，禅宗哲学，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慧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偶意秩序沟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谈经的功夫哲学，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检讨，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评析，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评析，永觉圆贤圆禅譬儒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当代方法论，功夫境界世界观释义，对付伪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评析，对劳思光先生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议事，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对劳思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研究进入，易学进入的形上学思想研究方法，气论进入的形上学思想研究方法，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易学哲学史的方法论评析，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试论穆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从穆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一般论文。
国科会大陆禅学，国科会功夫境界，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中华文化氛围中的哲学人的专业伦理问题，从孔子思想谈终身学习的理念，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新与发展，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研究成果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研究成果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上一页向上下一页各位哲学同好您好此教学资料站提供许多方便的服务内容有中国哲学各时期的重要人物之原点全文以及针对此人物之研究成果提供相关之专书列举期刊论文资讯硕博士论文资讯请点按上面各时代之标签里面有丰富的内容希望对想要研究或了解中国哲学的同好们有些许的注意预计2006年年底网页制作完成原点取自香港人文哲学会韩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323/8DC/FC7122653FD34AFD0FF72AF0B3 204193332OK9Text:HTML29SAT16September 2006:08:55:07 GMT25334D1年7月8D41D814C2600C00003Heights4193 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先秦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3204291-72OK9Text:HTML29SAT16September 2006:09:04:06 GMT26 3361F-1B05 41D8164470D80003Heights4691-7 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宋代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象山邵雍康杰 1011-1077
周敦颐、濂溪1017-1073，张载、横渠1020-1077，陈浩、明道1032-1085，陈怡、伊川1033-1107，朱熹、朱子1130-1200，陆九渊、象山1139-1193，3204811-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at 16 September 2069:17:44 GMT 263741 负 EFB 3四十一 D 八一九 D 零八 B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4811-5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明代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吴宇碧康斋1391-1469陈宪章白沙1428-1500胡居仁静斋1434-1484王守仁杨明1472-1529王艮新斋1483-1541聂豹双江1487-1563王基龙溪1498-1583罗汝芳静溪1515-1588刘宗周吉山1578-16453204193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at 16 September 2069:18:31 GMT 253376F78D41D819FD517C0003 Heights 4193 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清代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2321-47-4DF34-4CBE-518-18BDF8173D04A3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at 16 September 2068:56:37 GMT 26334F4年2月A6A 41D815183DB40003 Heights 5108-58 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汉代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一秦汉之际帛书黄帝四经黄帝内经灵书
黄帝内经。素问。吕氏春秋。二、汉代。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论六家要旨。道德指归论。太玄。法言。盐铁论。论衡。3250/1058528529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29 Sat 16 September 2068:57:35 GMT 26:33518:295941D8E54F8DDC 0003 Heights 5105-85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魏晋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刘绍、阮籍、王弼、嵇康、向秀、郭象。一、魏晋玄学。刘绍 ,182-245。阮籍 ,223-262。嵇康 ,223-262。王弼 ,226-249。向秀 ,227-272。郭象 252312 二魏晋佛学范缜森照大乘起信论竺道生2328C79D02733E D03D89288280B70535323232EB73C51C3F66C602E35040B560B56320E05297062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29 Sat 16 September 2069:04:18 GMT 26:33:58:3740A 41D81670079D00003 Heights 529706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隋唐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智义森灿吉藏杜顺灌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眼弘忍神秀善导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陈官为山林佑赵州从沈宗密黄渤西运林济一玄洞山梁架仰山会记曹山本纪云门文演清凉文艺隋唐时代智义智者 538-597 森灿 606 吉藏嘉祥 549-623 杜顺法顺557640冠顶
561-632 道绰 562-645 道信 580-651 道宣 596-667 玄奘 602 复 664 智眼 602-668 弘忍 602-675 神秀 605-706 善导 613-681 窥基 632-682 六祖慧能 638-713 法藏 643-712 永嘉玄觉 665-713 神会 668-760 石头西迁无忌 700-709 马祖道一 709-788 湛然金溪 711-782 大珠慧海生卒年不详陈官清凉 738-839 为山灵佑 771-853 赵州从审 778-897 宗密 780-841 黄渤西运 850林济一玄 867 洞山良甲 807-869 仰山会稽 807-883 曹山本纪 840-901 云门文演 864-949 清凉文艺 885-958 2322F1F1673F2962AA84CBF83D2C2 32F7F1F13A1179E210A3279FF6B62755B2 32A06A04BoldFace57D85 兆 4159E20049003ACC012 327C44D819F97CB212A50BoldFace44C964D439B3 204193020OK9Text 斜线 HTML 29SAT16September 2069:19:01 GMT 253738-78A 41D8EA19Fab40003Heights 41930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当代哲学先秦哲学汉代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代哲学清代哲学当代哲学
2,000,000,531,8,7,FEECBA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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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秒 GMT 26 3351 D B 217 41 D 815572 EFC 0003 Heights 5559 91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刘少刘少阮籍王弼嵇康向秀郭象一原点人物志二专书李崇志人物志校监巴蜀书社陈乔楚注意人物志经注经义台湾商务刘少哲刘君祖撰述人物志台北市金风印行九博总经销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人物志观的审美精神作者林秀珍刊名中国文化月刊卷七斜线年月267名 91.06 页30年4月0篇名人物志的人才思想渊源探责并列篇名Inquire i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Ren Wu C.S. Person Talent Ideology 作者黄志胜 Huang Xi Shen 刊名国立高雄海院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6名90年12月页103-129篇名从汉末人物品鉴至魏晋史玄学之转向论刘少人物志人才学思想并列篇名 To develop of academic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review personal character to philosophy ofThe Wei and Jing dynasties and to try to probe theory of Usurin was it to designate talented men 作者黄金郎 Huang Qing Lan 刊名迦南学报卷七斜线年月27名90年11月页341-351篇名才性之限制与成圣之可能性及人物志思考儒家有关成圣之理论问题并列篇名 The limitation of natural gifts and theProbability of achieving sage review the Rinwa, J.Y.H., 人物志 for the theory of achieving sageness of Confucianism. 作者袁光仪 Yuan Guang Yi. 刊名中国学术年刊卷七斜线年月22名 90.05 页 239-258-484-485 篇名魏晋论人物的经典著作人物志与世说新语作者林秀荣刊名
中国语文卷七斜线年月87:3=519名89.09页75年7月9篇名人物志论性之哲学根据与论性传统并列篇名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Philosophical Fountain for the Theory in the Traits on Human Character 作者高博元 K.O.P.O.U.N. 刊名鹅湖卷七斜线年月24:8=284:88.02页19年3月0篇名人物志研究福俊脸者作者李建雄刊名东方文化卷七斜线年月37:2:88:315:318语文中文篇名人物志其人其书之探究并列篇名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uthor and text of The Ring Was He 作者李信景 Lai Xing Ding 刊名鹅湖卷七斜线年月24:3=279:87.09页25年3月6二硕博士论文一刘少及其人物志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斜线国文学系斜线89斜线博是斜线 089NKNU00450125012 研究生黄志胜指导教授黄景宏二人物志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斜线国文系在职进修硕士学位班斜线92斜线硕是斜线 092NTNU104-5020 研究生郑来春指导教授庄耀郎三人物志在人性学上之价值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研究所斜线65斜线硕是斜线 065NTNU404-5004 研究生严成凡指导教授王希元四古今时人思想之比较 Q 的以中国古代人物志及西方占星学为例辅仁大学斜线大众传播学研究所斜线91斜线硕是斜线 091FJU00023011 研究生王宝环指导教授关少基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森灿致意森灿吉藏杜顺灌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眼弘忍神秀善道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城关为山林佑赵州从省宗密黄渤西运林记一玄洞山良驾仰山会记曹山本记云门文演
清凉文义。一、原典。姓心名。二、专书。谭虚大师、森灿大师姓心名略解，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圣严法师、姓心名讲录，台北法古文化中风明本，姓心名辟易解，台北新文风。圣印法师、姓心名讲记，台中慈明杂志社。三、论文。一、期刊论文。二、硕博士论文。3250-295-50OK9Text/HTML29SAT16September 2068.59分08秒 GMT 263352F736E 41D815A83F00003Heights 5295-50 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向秀刘少阮籍王弼嵇康向秀郭象一原典庄子著二专书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向秀师徒辩解考辩并列篇名 Debate on the Shifting Principles of Xion Su 作者涂月珍 Tuesday Yu Chen 刊名东方人文学志卷七斜线年月5:1:95.03页一年二月四篇名庄子其物论与向郭著的义理书义辨析并列篇名 An analysis of the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Qi Wu Lun of Zhuang Zi and the Annotations of Xion Guo 作者周雅清周乐群刊名鹅湖学志卷七斜线年月34:94.06页33年7月4篇名庄子内外杂篇材料分合之研究并列篇名 A Study on Texts Shifting in Qian Zi 作者刘荣贤 Liu Yun Xuan 刊名源自人文社会学报卷七斜线年月3:89.07页164-181篇名向秀庄子著极效并列篇名 Collation of Annotations on Chu and Zi Authored by Xion Su 作者王书辉王书辉刊名国家图书馆馆刊卷七斜线年月88:2:88年12月页107-143篇名王弼向郭之自然道德论并列篇名王弼向秀 and Guo Xiang S.Spontaneous Virtue Theories 作者吴明 NG 明刊名新雅学报卷七斜线年月
十八名八十六点零七页四三九四九一转五一零。篇名：从向秀思旧赋，观其出处之艰难。作者：殷念慈。刊名：云汉学刊。卷七斜线年月。四名八十六点零五页一七九一九七。篇名：向秀庄子著心叹。并列篇名 New Studies on Xiong Su's Commentaries on Chuanzi。 作者王小毅王 Xiao Yi。 刊名孔孟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七十三名八十六点零三页一五三一七四。二硕博士论文三千两百五一四六六五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十六 September 两千零六九点零一分零九秒 GMT 二十六三三五九零三九四九四十一 D 八一六十一 B A 三 F 四十零零三 Heights 五千一百四十六六十五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冠顶致意森灿吉藏杜顺冠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眼弘忍神秀善道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陈官为山林佑赵州从沈宗密黄渤西运林济一玄洞山良驾仰山会记曹山本记云门文演清凉文艺一原点天台八教大义大般涅盘经玄义大般涅盘经书国清百录观心论书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二专书黄德昌东土天台宗五祖张安大师高雄佛光两前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隋唐初期禅观对西方净土法门的影响上并列篇名The Influence of Thayana to Amitabha Teaching in the Elitian Period 作者道玉 Dao Yu 刊名普门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一名九十三点零五页一五七一九七篇名隋唐初期禅观对西方净土法门的影响下并列篇名 The Influence of Thayana to Amitabha Teaching in the Early Tian Period 作者道玉 Dao Yu 刊名普门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二名九十三点零七页一四七一九二二硕博士论文三千两百五七一八五八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et 十六 September
2069.01 分07秒 GMT 27 3358 E 负118 B 2 41 D 8 1619 Back 0003 Heights 5718 58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吉藏智义森灿吉藏杜顺灌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衍弘忍神秀善道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陈官为山林佑赵州从审宗密黄渤西运林济义玄洞山良驾仰山会记曹山本记云门文演清凉文艺一原点二地义三论玄义大乘玄论二专书杨惠南吉藏台北东大李世杰吉藏台北台湾商务李勇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华方田吉藏评传北京金华张曼涛主编三论宗之发展及其思想台北大成文化出版社张曼涛主编三论典籍研究台北大成文化出版社黄书满论赵论对三宗之批判台北华范大学哲学系第一届学士论文年日平井俊荣三论教学研究东京春秋社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中道与解脱及藏的涅槃思想作者陈平坤者刊名2002年佛学论文奖学金得奖论文集台中财团法人台湾省台中市政觉堂卷七斜线年月明91年12月夜7年3月2篇名吉藏二地思想的来源作者是长青者黄国清义刊名正观卷七斜线年月36明 95.03 夜45年9月3篇名吉藏金刚般若书之初探作者是长青刊名正观卷七斜线年月34明 94.09 夜59年9月2篇名言教与地理下吉藏二地思想研究读后作者赵汝明刊名海潮音卷七斜线年月86比7明 94.07 夜25年2月7篇名言教与地理上吉藏二地思想研究读后作者赵汝明刊名海潮音卷七斜线年月86比6明 94.06 夜32年3月4
语文、中文。关键词：集藏二地理论。类号 226.1 刊名资料：海潮音。系统识别号A0501-0438 篇名：论嘉祥集藏的立体观与中道观。作者：杨维忠。刊名：宗教哲学卷七斜线年月29-92.09页2162-230篇名：集藏与大乘涅槃经，并列篇名 Jisun and the Mahayana Mahaparinirvana Sutra。 作者廖明活 Liu Ming Wood。 刊名佛学研究中心学报卷七斜线年月6090.07页111-113-137篇名：集藏三谛说出叹意，中观论书对观四谛品第十八记解释为主，并列篇名 Chi San S Theory of the Three Truths A Preliminary Study Centering on His Commentary on the 18th Stanza of theFour Truths Chapter of the Commentary on the Malamadhyamaka Karika。 作者是如戒 Shi Ju Chi。 刊名中华佛学研究卷七斜线年月5090.03页291-342篇名视频集藏的二谛论，并列篇名 A Critical Study on Chi San S Theory of the Two Truths。 作者刘嘉诚 Liu Chia Chapter M。 刊名法光学坛卷七斜线年月4089页79年10月3语文中文篇名嘉祥集藏的实如是解释，并列篇名 The Tantatha Interpretation of G. Sen。 作者黄国清 Huang Guo Qing。刊名圆光佛学学报卷七斜线年月4088年12月页59年7月4篇名集藏对说一切有不学说之评破。作者陈世贤。刊名正观卷七斜线年月10088.09页67-69-107篇名是论集藏二谛论与天台二谛论之异同。作者庄坤木。刊名正观卷七斜线年月5087.06页137-156篇名集藏对三论学之转化以集藏之佛性思想为中心。作者陈世贤。刊名正观卷七斜线年月5087.06页59年8月4篇名中论
第十八品人法二无我之权势以及藏中观论书与月称名句论为中心作者黄国清刊名正观卷七斜线年月三明八十六年十二月夜119148篇名中国佛教早期宗派问题研究的相关探讨以及藏籍其三论教学为中心作者王俊忠刊名始源卷七斜线年月二十明八十六点零五页六十七年八月七二硕博士论文一僧肇与集藏的般若中观思想比较研究玄奘人文社会学院斜线宗教学研究所斜线八十九斜线硕是斜线零八九 HCU 零零一八三零一一研究生郑梅珍指导教授曹志成二隋代弥陀思想研究以慧远智义及藏为主玄奘大学斜线宗教学系硕士班斜线九十四斜线硕是斜线 094HCU00183003 研究生吴素娥是演会指导教授慧眼法师熊婉老师三集藏的中道佛性思想方法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斜线哲学研究所斜线八十斜线硕是斜线零八零 MTU 零二二五九零零九研究生普成文指导教授杨慧南三千两百四千九百五十九零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at 十六 September 两千零六九点零一分十四秒 GMT 二十六三三五九三二五七六四十一 D 八一六万两千零六十八 A 八十零零三 Heights 四千九百五十九零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道信智义森灿吉藏杜顺冠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眼弘忍神秀善道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陈官为山林佑赵州从省宗密黄渤西运林济一玄洞山良驾仰山会记曹山本记云门文演清凉文艺一原点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二专书刘宏中国禅宗四祖道信大师传台北县三众是佛光文化事业公司吴宏基中国禅宗佛祖全传卷三四祖道信禅师台北新传出版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敦煌本历代法宝暨弘忍传考论并列篇名Notes on the Hung Grand S Biography in the Li Dai Fa Bao Ji from Dong Huang 作者
杨复学 Yan Fuchs Yu 刊名佛学研究中心学报卷七斜线年月六名九十点零七页一百三十九正一百四十一负一百四十九二硕博士论文三千两百五二一七零六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at 十六 September 两千零六九点零一分十一秒 GMT 二十六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一负五十四 CA四十一 D 八一六十一 D 八 C 三 C 零零零三 Heights 五千两百一十七零六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道绰智义森灿吉藏杜顺灌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衍弘忍神秀善道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陈官为山林佑赵州从沈宗密黄渤西运林济一玄洞山良驾仰山会记曹山本记云门文演清凉文艺一原点净土论安乐集二专书陈阳炯道绰法师传北京宗教文化山本佛谷道绰教学研究东京永田文昌堂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道绰安乐集的念佛法门并列篇名 The Practice of Nianfo in Dao Quo Esonology 作者是修幽 Shi Zai Wei 刊名中华佛学研究卷七斜线年月九名九十四点零三页八十一年十二月六篇名隋唐初期禅观对西方净土法门的影响上并列篇名 The Influence of Thayanatu Amitabha Teaching in the Elitian Period 作者道玉 Dao Yu刊名普门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一名九十三点零五页一五七一九七篇名隋唐初期禅观对西方净土法门的影响下并列篇名 The Influence of Thayanatu AmitabhaTeaching in the Early Tian Period 作者道玉 Dao Yu 刊名普门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二名九十三点零七页一四七一九二二硕博士论文一弥陀净土往生行因之研究以谈鸾道绰善导为主玄奘人文社会学院斜线宗教学系硕士班斜线九十三斜线硕士斜线零九三 HCU 零零一八三零零四研究生廖英秀指导教授黄运喜二六世纪中国北方弥陀净土信仰初探
国立台湾大学斜线历史学研究所斜线91斜线硕士斜线 091NTU0049-3009 研究生曾姚明指导教授周伯堪3260-198-6092OK9 Text 斜线 HTML 29SAT 16 September 2068:58:14 GMT 27:33:23:31D1 41D8:574 Boldface 580:003 Heights 6:198-609 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嵇康刘少阮籍王弼嵇康向秀郭象一原点身无哀乐论二专书岑春海嵇康竹林玄学的典范台北市万卷楼图书公司陈庆元林女超龙姓南讯嵇康传北京市东方出版社徐丽珍嵇康的音乐美学台北市华泰文化庄万寿嵇康研究及年谱台北市台湾学生杨国娟嵇康研究论文集台中市光启王小毅嵇康评传捍卫风骨静竹林遗恨长南宁市广西教育出版社伍秀成译著尼奇新审阅嵇康诗文台北市锦绣伍秀成译著嵇康诗文选译成都市巴蜀书社皮元贞嵇康论长沙市湖南人民鲁迅嵇康集十卷出版的不详鲁迅全集出版社英祥郭全之著嵇康集著合肥市黄山书社张慧慧嵇康音乐美学思想探究台北市文津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嵇康养生论之养生主张与思维表现并列篇名 The Views and Reasonings of Mr. Kang's Theory of Nurturing Health 作者杨自平 Yang Zaping 刊名鹅湖卷七斜线年月31:6:366明94年12月夜21年3月3篇名文学与政治阮籍与嵇康诗文中的政治观并列篇名 The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f Ruongji and J. Kong 作者林俊宏 Lin Chung Horn 刊名台湾政治学刊卷七斜线年月9:2:94年12月夜41年10月6篇名山涛见代嵇康卫立布朗说究谬作者陈红学刊名国文天地卷七斜线年月20:12:240:94:05夜40年4月7
篇名。当代身无哀乐论研究的三种论点商榷，并列篇名。Three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Washen. A I U E when reconsidered. 作者：吴关宏 Wu Kong Hong. 刊名：东华汉学，卷七斜线年月，三明 94.05 页89年11月2。篇名：作为自然之理的身无哀乐嵇康身无哀乐论的一种解读，并列篇名。As the principle of spontaneity is sound, without pain or joy, an understanding of G. Kong is on the sound without pain or joy. 作者李耀南 Li Yao Nan. 刊名鹅湖卷七斜线年月三十比三等于351名 93.09 页19年3月2。篇名是论山涛的政治思想与态度之起由，并列篇名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Shen Tao's Political Thoughts and His Attitude。 作者张谷良 Chong Q Yang。 刊名东华人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六名 93.07 页93年1月57。语文中文附录附山涛与阮籍嵇康之生卒年配合简表页145 153。篇名嵇康养生思想及其黄老道教之渊源离册，并列篇名 The Study of G. Kong as Thought of Health Preservation and its Original of Huang Lao and Taoism. 作者吴连义 Wu Lian Yi。 刊名中国文学研究卷七斜线年月十八名 93.06 页23年5月4。篇名戴明阳嵇康集教注附录考证一例之商榷与讨论，并列篇名Discussion on verifying an appendix in Dai Ming Yang as collective notes and commentary of J. Kong. 作者叶守环 Ye Shu Huang. 刊名新大中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十六名 93.06 页311322。篇名道德与自由冲突下的嵇康浅探嵇康的思维背景。作者刘立宁。刊名国立光复商工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一名 93.05 页53年8月1。篇名嵇康身无哀乐论与西方现代音乐美学的交集。作者郭泽宽。刊名问学卷七斜线年月六名 93.04 页129151。篇名嵇康身无哀乐论探究兼解穆宗三书，并列篇名
inquiry into Chaikong as on the feeling list of Sunday comment on Prof. Mao Zedong, Sun S. Exposition. 作者肖正邦 Xiao Zhen Ben 刊名鹅湖学志卷七斜线年月31名92年12月夜1年6月2篇名论嵇康生无哀乐论的两重意义并列篇名 The Study on the Double Meanings of Ji Kong S. Shen Wu Aile Lung 作者王金林王 Chen Lin 刊名辅仁国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9名92年10月夜65年8月8篇名从嵇康是思论谈其君子形象之诠释与落实作者陈琼玉刊名云汉学刊卷七斜线年月10名 92.06 页125142篇名论嵇康内心之冲突作者陈思直刊名无缝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1名 92.05 页17年2月5篇名嵇康敏感论之敏感关系试探并列篇名 Investigation of J. Kong S. Ming Dan Lan 敏感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courage 作者吴关宏 Wu Quan Hung 刊名东华汉学卷七斜线年月一名 92.02 页261282篇名从未尽是自觉看嵇康越明教而任自然作者蔡祥任刊名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论文集刊卷七斜线年月4名91年12月夜197212篇名西论嵇康的儒道思想并列篇名 Expounding Ji Kong as Views o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作者吴德玉 Wu Di Yu 刊名辅大中研所学刊卷七斜线年月12名91年10月夜1年2月1篇名嵇康的自然观并列篇名 Chaikong as Concept of Nature 作者吴家璇 Wu Chia Xian 刊名中国学术年刊卷七斜线年月23名 91.06 页211228篇名从兄弟相贺诗论西嵇喜与嵇康之情志关系作者林佩如刊名马协护理专科学校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名 91.05 页59年7月5篇名嵇康的审美表现及生命美学并列篇名
Jacon's aesthetic expression and his aesthetics of life. 作者陈春海 Sun Chun Hai. 刊名哲学与文化卷七斜线年月28比8等于327名 90.08 页6816909转773篇名鲁迅及校整理古籍的成绩与影响意古小说勾审唐宋传奇集嵇康集为例并列篇名LUHSU's Achievement and Influence on Editing and Revising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作者王国良王 Guo Yang 刊名东吴中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七名九十点零五页一年二月三篇名贵在四志纵心无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政治立场与主题思想析论并列篇名 To realize idealization and have no regrets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standpoint and the motive about Jacon's嵇康 A letter to split up with Shan Ju Yuan 山巨源作者张静如 Chang Cheng Ju 刊名中国学术年刊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二名九十点零五页三二九三四九转四九零转四九一篇名嵇康生命情调中之美学风格并列篇名 The Aesthetic Tone and Lifestyle of Jacon 作者何修仁 Ho Xiu Ren 刊名联合学报卷七斜线年月十八名九十点零五页一八五一九八篇名嵇康月明教而任自然西译并列篇名 Explication of Jacon as Transcending Ethical Teachings in Order to Follow Nature作者周方敏周 Fan 敏刊名孔孟月刊卷七斜线年月三十九比七等于四百六十三名九十点零三页二十三年三月一篇名从生无哀乐论叹息嵇康的和声意并列篇名 The Meaning of Harmonious Sounding Jacon's Sound Has No Joy or Sorrow 作者李美燕李美燕刊名鹅湖卷七斜线年月二十六比九等于三百零九名九十点零三页四十年五月零篇名略论嵇康的月明教而任自然并列篇名 A preliminary remark on Jacon's overstepping the Confucian ethical standards and following nature作者黄明喜 Huang Mingzi 刊名哲学与文化卷七斜线年月二十八比三等于三百二十二名九十点零三页二六零
267-287. 篇名：岑春海哲评解，作者：林显廷。刊名：哲学与文化，卷七斜线年月。28:3=322名90.03页279-283。篇名：是论嵇康之名教观与自然观，作者：陈昭明。刊名：古今译文，卷七斜线年月。27:1-89年11月页15年3月1。篇名：老庄养生哲学的流变与影响，以嵇康与葛洪的养生论为主，并列篇名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n Law, Physiology and Chuan, Physiology's Philosophy of Healthy Living. Based on Qi, Kong S. and Ge, Hong S. Theory of Healthy Living. 作者李美燕 Li Mei Yan. 刊名屏东师院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3:89.06页317-334。篇名：从嵇康、阮籍、山涛看魏晋名士与司马政权。作者：徐新勋。刊名：史话。卷七斜线年月。28:89.06页1年2月6。篇名：论嵇康之名教观与自然观，作者：陈昭明。刊名：中国文化月刊，卷七斜线年月。242:89.05页94年12月6。篇名：嵇康则亏，并列篇名 A Portrait of Tzu Kong in Perspective， 作者朱小海 Chu Sherman。 刊名台大中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1:88.05页59年10月3。篇名：时代的悲歌读嵇康的两封绝交信，作者蔡中道。刊名：语文教育通讯，卷七斜线年月。17:88.01页12年2月0。篇名：阮籍与嵇康的儒道思想，作者蔡中道。刊名：问学，卷七斜线年月。27:07页31年4月9。篇名：从生无哀乐论，试探嵇康对儒道家的传承以何为范围，作者洪华穗。刊名：中国文化月刊，卷七斜线年月。210:86.09页96年11月3。篇名：嵇康四言诗及其诗的评价与阮籍诗评价的比较为主，并列篇名 J. Kong's Four Character Poems and Its Evaluation, Comparing with the Evaluation of Ruongji's Poems. 作者崔墨顺。刊名：
人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一名八十六点零八页三十九年五月一篇名音乐与情感嵇康音乐美学的比较研究作者张展元刊名哲学杂志卷七斜线年月二十名八十六点零五页一八六一九六篇名理想与现实结合的养生论试探嵇康养生论作者黄静文刊名云汉学刊卷七斜线年月四名八十六点零五页一六三一七八篇名释析生无哀乐论之玄理并列篇名The Analysis of Taoist Wisdom on 生无哀乐论作者谢大宁 C. 大宁刊名中国学术年刊卷七斜线年月十八名八十六点零三页一五九一七三转四三六转四三七二硕博士论文一嵇康神仙想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斜线哲学研究所斜线九十二斜线硕是斜线零九二 PCCU 零二五九零一二研究生张泽文指导教授黎维东二嵇康养生思想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斜线哲学研究所斜线八十四斜线硕是斜线零八四 PCCU 二二五九零零三研究生金仁寿指导教授黎维东三嵇康与汉斯·里克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斜线艺术研究所斜线七十六斜线硕是斜线零七六 PCCU 二五四六零一零研究生郑明慧指导教授刘彦当四嵇康与阮籍其人品思想与文学之比较文化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研究所斜线八十三斜线硕是斜线零八三 PCCU 零零四五零零七研究生任孝成指导教授洪顺龙五嵇康玄学思想研究东吴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系斜线九十二斜线硕士斜线零九二 SCU 零零零四五零三二研究生陈红学指导教授张永卷六阮籍与嵇康比较研究东吴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系斜线八十七斜线硕士斜线零八七 SCU 零零零四五零一二研究生陈延坤指导教授陈玉夫先生七嵇康之养生观与乐论研究东海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系斜线九十一斜线硕士斜线零九一 Thursday 零零零四五零一九研究生杨炫指导教授高博元八阮籍嵇康处事态度研究东海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系斜线八十五斜线硕士斜线零八五 Thursday 零零零四五零零七
研究生，陈庆元指导教授，林显廷。九，阮籍嵇康音乐理论中的儒道思想研究。东海大学斜线哲学研究所斜线81斜线硕士斜线081 Thursday 00259004。研究生，由彩凤指导教授，蒋年峰。十，嵇康之艺术生命叹息。国立中心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系斜线90斜线硕是斜线090NCHU00450003。研究生，何美玉指导教授，尤雅姿教授。十一，嵇康研究。国立台湾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研究所斜线74斜线硕是斜线074NTU0204-5026。研究生，李永求指导教授，林文月。十二，嵇康研究。国立政治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研究所斜线63斜线硕是斜线 063NCCU404-5011。 研究生，萧登福指导教授，于大成。十三，魏晋论辩散文之研究，以嵇康为中心的试探。国立政治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研究所斜线69斜线硕是斜线 069NCCU404-5001。 研究生，范瑞珠指导教授，李丰茂。十四，嵇康论文及其玄学方法研究。国立师范大学斜线国文学系斜线86斜线硕是斜线 086NTNU0319051。 研究生，崔世伦指导教授，庄耀郎。十五，嵇康思想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斜线国文教学硕士班斜线91斜线硕是斜线 091NKNU104-5021。 研究生，黄真林指导教授，蔡崇明教授。十六，嵇康论文及其玄学方法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研究所斜线86斜线硕是斜线 086NTNU404-5002。 研究生，崔世伦指导教授，庄耀郎。十七，嵇康生无哀乐论之音乐美学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研究所斜线79斜线硕是斜线 079NTNU204-5022。 研究生，徐立珍指导教授，王希元。十八，嵇康生无哀乐论研究，以乐教为核心考查。淡江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系斜线91斜线硕士斜线 091TKU00045009。 研究生，萧凯文指导教授，萧正邦。十九，嵇康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淡江大学斜线中国文学系研究所斜线83斜线硕是斜线 083TKU0304-5006。 研究生，罗兰君指导教授，
高伯元。二十，嵇康及其养生论研究。华范大学斜线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斜线九十斜线硕士斜线零九零 HCHT 零一八九零零四。研究生王玉娟指导教授熊婉。二十一，嵇康思想论。辅仁大学斜线哲学研究所斜线七十五斜线硕士斜线零七五 FJU 零二二五九零一一。研究生吴方玉指导教授丁元直。三千两百四千八百四十六四十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at 十六 September 两千零六九点零一分零八秒 GMT 二十六三千三百五十八 F 负两千一百一十四十一 D 八一六十一 of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四千八百四十六四。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杜顺志毅森灿吉藏杜顺灌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眼弘忍神秀善道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城关为山林佑赵州从省宗密黄渤西运林济一玄洞山良价仰山会记曹山本记云门文演清凉文艺一原点华严五教指观华严法界观门二专书李世杰杜顺台北台湾商务三论文一期刊论文二硕博士论文一杜顺原教思想研究东海大学斜线哲学系斜线八十九斜线博士斜线零八九 Thursday 零零二五九零零三研究生李博元指导教授陈荣波二华严法界缘起观的思想探源以杜顺法藏的法界观为中心国立台湾大学斜线哲学研究所斜线八十一斜线博士斜线零八一 NTU 零零二五九零零一研究生黄俊威指导教授杨振和三千两百五二二三七零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sat 十六 September 两千零六九点零一分十六秒 GMT 二十六三三五九四五七六二四十一 D 八一六万两千两百五十 F 零零零零三 heights 五千两百二十三七十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道宣志毅森灿吉藏杜顺灌顶道绰道信道宣玄奘智眼弘忍神秀善道窥基慧能法藏永嘉玄觉神会石头西迁马祖道一大珠慧海城关为山林佑赵州从省
宗密、黄檗西韵、临济一玄。洞山良价、仰山会稽、曹山本纪、云门文演。清凉文艺。一、原典。续高僧传。释迦方志。及神州三宝感通路。四分绿山反补阙行事抄。二、专书。王雅荣、道宣大师传，高雄、佛光。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略探智者大师之是禅波罗蜜的忏悔思想，并与道宣律师之四分律行事抄的忏悔法略作比较。作者：空寂。刊名：海潮音。卷七斜线年月。81:789.07页三年九月。篇名：道宣与中国佛教文献学。作者：蒋海怒。刊名：宗教哲学。卷七斜线年月。5:4:20:88年12月页129-136。篇名：中国律学源流。并列篇名：The Origin of Chinese Phonea。 作者：温金玉、温陈玉。刊名：中华佛学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2:88.07页131-144。篇名： Consecrating the Buddha, Legend, Lore, and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Relic, Veneration. Ritual in the Tian Dynasty. 并列篇名：奉献佛陀唐代帝王奉迎佛舍利的传说、民俗与历史。作者：黄启江、黄启全。刊名：中华佛学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1:87.07页483-533。二、硕博士论文。一、大唐内典录目录体例探究。文化大学斜线史学研究所斜线82斜线硕士斜线082 PCCU 007-5017。研究生陈雅珍指导教授陈清香。3260284587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set 16 September 2068:58:48 GMT 273-3528-457 UP 41D815952C 2003 Heights 6284587台大哲学系总网站首页基本资料学术会议消息发布栏中国哲学教学资料站王弼刘少阮籍王弼嵇康向秀郭象一原典周易注周易略历论语释疑老子指略。二、专书。林立珍、王弼，台北市东大出版，三名总经销。郭黎华，王弼之自然与名教，台北市文经。林立珍、王弼及其易学，台北市台大文学院。田永胜。王弼思想与诠释文本，
北京市光明日报。侯秋冬、王弼易学之研究台北嘉兴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高凌芬、王弼老学之研究台北市文经。裴传勇、王弼与魏晋玄学济南市山东文艺。王小毅、王弼评传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楼宇烈教室、王弼及教室台北市华政。Bergeron, Murray, Ina, 王弼台北市历史学社。三、论文。一、期刊论文。篇名是论王弼老子著的思想脉络，并列篇名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read of Thought in Wang by S. Lao Zi Su， 作者马行义 Ma Xing Yi， 刊名台中教育大学学报人文艺术类，卷七斜线年月19:294年12月夜53年7月零。篇名王弼《周易注》的诠释策略与思想内涵，并列篇名 Wang by a Strategy of Anno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inking in Zhou Yi Su， 作者马行义 Ma Xing Yi， 刊名逢甲人文社会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1:94年12月夜57年8月2。篇名魏源老子本意对王弼有无本末思想的记成语发挥，并列篇名 The Succeed and Elaborate of Wang by S. Being 斜线 Non-being andEssence 斜线 Triviality Contention in Wei UNS Law Study Notation， 作者黄丽萍 Huang Liping， 刊名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学报人文艺术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卷七斜线年月36:2094年11月夜83年10月5。篇名从社会控制变王弼重本习末的困难，并列篇名 Elaborate the meaning of Changban Ximo Use social control as a starting point， 作者罗乔义 Lo Tiao Yi， 刊名辅大中研所学刊卷七斜线年月15:94年10月夜321335。篇名从论语释疑知圣人论探王弼以玄释经知得失，并列篇名To have criticism on Wang Pius, using metaphysics to interpret the classics. From the theory of sage in Lun, Yu Shi Yi, Lun. 与释疑。作者郑倩林、孙屈恩林。刊名孔孟学报卷七斜线年月83:94.09夜41年6月4。篇名王弼译注与余帆译注之比较，作者
高普茂刊名《古今译文》卷七斜线年月31比4名 94.08 页48年6月零篇名王弼思想形态的再分判并列篇名 The Researcher of the Thought of Wang by 作者谢君植 C. Chang Chi 刊名接地学刊卷七斜线年月九名 94.07 页125151篇名王弼周易注之主要论述作者高凌芬刊名北台国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名 94.06 页47年5月9篇名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内在定向及其外化以王弼老子著与郭象庄子著为例并列篇名 Two Orientations and Their Exemplification Wang Ba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and Guo Xiang's Commentary on the Xuanzi作者刘孝感 Liu Xiaogang 刊名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卷七斜线年月26名 94.03 页287319篇名归本于黄老与以无为本韩非及王弼对老子哲学诠释的比较研究并列篇名 Resorting to Huang Lao and Non-Being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Fei and Wang Bai's Interpretation of Lao Tzu's Philosophy 作者王小波 Wang Xiao Po 刊名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卷七斜线年月29名 94.03 页一年6月3篇名先玄学刘绍真直到王弼的重本并列篇名 Pre-Metaphysics from Liu Shao's PursuingHuman Nature to Wang Bai's Origin 作者江建俊 Qian Qian Chang 刊名六朝学刊卷七斜线年月一名93年12月页171195篇名王弼元老庄以入意乎从动静论的诠释说起并列篇名 Did Wang by incorporate Laozi and Xuanzi into I Ching as seen from the theories of action and inaction 作者林立珍 Lin Li Chen 刊名六朝学刊卷七斜线年月一名93年12月页31年4月4篇名是论王弼的得意忘言与儒释道的形上义理并列篇名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eaning Between Wang Pai's The Distinction of Language Yan and significance, ye, and the metaphysics of the Confucianists, Taoist school and Buddhism. 作者
谢秀智 ，Shoyh， 刊名《迦南学报》人文类，卷七斜线年月。三十明九十三年十二月夜394403。篇名王弼体用论兴权，并列篇名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Wang Bai's theory of essence and function， 作者陈古应 Chen Gaiying， 刊名汉学研究，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二比一等于四十四名九十三点零六页一年二月零。篇名王弼一多命题中的人学思理，作者张伟仪，刊名云汉学刊，卷七斜线年月，十一名九十三点零五页十三年三月零。篇名论王弼周易注中之变，并列篇名 On the meaning of changes in Wang Bai's commentary to the book of changes， 作者蔡妙珍 TSAI 妙珍，刊名孔孟月刊，卷七斜线年月，四十二比九等于五百零一名九十三点零五页十九年二月五。篇名从王弼论一扫向道提出圣人体无之关联，并列篇名From Wang Bai's breakaway with images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Yi Jing to his proposal of understanding sages Wu， 作者谢香丽 Xie Xian Li， 刊名哲学与文化，卷七斜线年月，三十比十等于三百五十三名九十二年十月夜一六七一七七。篇名王弼的名称之变，并列篇名 Wang Bai's distinction between Ming and Chen， 作者黄文仪 Huang Wen Yi， 刊名辅大中研所学刊，卷七斜线年月，十三名九十二点零九页三十三年四月二。篇名王弼妄言妄相以得意说之妄的意蕴，并列篇名 The implicity of forgetting in the theory ofWang Bai's to forget both language and image forgetting the significance， 作者侯杰之 Ho Chi Chi， 刊名孔孟月刊，卷七斜线年月，四十二比一等于四百九十三名九十二点零九页三十二年三月七。篇名王弼玄学与顾恺之的人物化论，作者岑春海，刊名辅仁学志人文艺术之部，卷七斜线年月，三十名九十二点零七页三十三年四月九。篇名王弼与王夫之周易大演说世熙，并列篇名 Trial Analysis of T.A. Yan Theory of 周易 of Wang Pai and Wang Fu Chi， 作者林文斌林文 p
品。刊名《新大中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十五明九十二点零六页二十一年三月六。篇名《王弼道家易学诠释》并列篇名《王弼 's Tao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作者陈古应，陈古应，刊名《台大文史哲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五十八明九十二点零五页一年五月正七负二十三，篇名《僧肇般若学与王弼易学》，并列篇名《Sansao's Prana Theory and Wang Pai's Viewpoint on Yi》，作者王仲尧，王云尧，刊名《普门学报》卷七斜线年月十四明九十二点零三页六十五年九月八，篇名《老子文本比较研究以王弼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张维立，并列篇名Research of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Text of Lao Tzu Exempled by Chapter 18 大道废有仁义 Which edited by Wang Bai 作者罗凡枕 Lo Fan Chen 刊名国文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三十二明九十一年十二月夜三十一年五月四，篇名王弼得意忘象说西论，并列篇名 Analytical Discourse on Wang Pai's Theory of Getting Meaning to Forget the Symbol， 作者沈维华，宣伟伟，刊名孔孟月刊卷七斜线年月四十一比四等于四百八十四明九十一年十二月夜三十六年四月三，篇名是论王弼的执意统众思维方式，并列篇名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hinking model of Wang Pai's hold the simple one to control the complex. 作者谢秀智 ,SHJYH 刊名迦南学报卷七斜线年月二十八明九十一年十一月夜二八二二九二，篇名王弼的动静观从老子著及周易著论其儒道态度，并列篇名 Wang Pai's Vision of Motion and Rest， 作者谢君植 Set Jun族，刊名鹅湖卷七斜线年月二十七比十一等于三百二十三明九十一点零五页三十四年四月三，篇名王弼贵无思想的平息，作者周敏华，刊名立商学报卷七斜线年月十明九十一点零五页二年一月六，篇名儒学玄学化王弼易学试探，作者黄金郎，刊名问学
卷七斜线年月。四明 91.03 夜85年9月4。篇名。王弼解释学思想之特质。并列篇名。On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Wang Pi's hermeneutics. 作者陈荣卓 Chen Wing Chuk. 刊名台大文史哲学报卷七斜线年月55明九十年十一月夜275 277转279转294。篇名王弼的教育哲学思想初探。作者苏树华。刊名中国文化月刊卷七斜线年月257明 90.08 夜30年4月5。篇名从王弼性其情说到陈颐性其情说。并列篇名 From Wang Pi Xing Chapter I Chapter Into Chapter N I Xing Chapter I Chapter In。 作者王嘉玲王嘉玲。刊名中国文学研究卷七斜线年月15明 90.06 夜47年7月3。篇名王弼易老思想的风格与特色。作者李开济。刊名远远学报卷七斜线年月12明89年11月夜15年3月2。篇名王弼老子著大溃斜线防卫机制的意义。并列篇名 Because the meaning of to break down defend function which Wang Pi's book of the explain of Lao Zi. 作者李品尧李品尧赵中伟讲评彭颖起记录整理。刊名辅大中研所学刊卷七斜线年月十明89年十月夜49年六月八。篇名王弼注意中有关理之阐述。并列篇名 Wang Pi's interpretation of Li in his commentary of Yi. 作者李翠英 Li Xi Ying。 刊名鹅湖卷七斜线年月26比1等于301明 89.07 夜1年4月。篇名严尊和尚公王弼三家老子著的诠释方法及其对道的理解。并列篇名严尊 Ho Shen Kun and Wang Pi's Studies of Lao Tzu. 作者蔡振峰 Cai Chen Fan。刊名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卷七斜线年月52明 89.06 夜90